据香港媒体报道，近日网上疯传一张在尖沙咀星光大道哥哥张国荣的星星纪念碑上面布满好多蜡烛的像，纪念碑上搞得满地蜡，肮脏不堪，好多网民都狂闹这位事主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有网民起底，是一位疑似内地四川的哥哥粉丝做的，他在微博认了是自己无心之失，网民闹他为何走前不清理，他说不知道蜡烛会漏出来，又说改天会清理，然后又报道自己带着酒精去清理，不过已经有工作人员围起来说表示好抱歉。其实要悼念有好多办法，这种办法会不会自私点了呢？酷六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